近段时间，美国非常热衷于将中国拖进俄乌冲突的话题，利用自己的舆论霸权对中国进行栽赃和批判。先是无端指责中国没有跟随国际社会对俄罗斯进行谴责，随后以虚假新闻作为依据，诬称中国试图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。而现在，这股浪潮也开始蔓延到美国的盟友身上。援引《环球时报》3月17日消息，据英国《卫报》3月16日发布的报道称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提及俄乌冲突时，妄称中国如果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，这种举动将是令人憎恶的。莫里森扬言，如果澳大利亚的盟友决定因此对中国实施制裁，澳大利亚将毫不犹豫跟进。不仅如此，莫里森还异想天开地要求中国曾经向俄罗斯提供哪些军事支持。很明显，这一次莫里森依旧完美地扮演了美国小跟班的角色，对于白宫散播的涉华不实言论亦步亦趋。特别是在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初见成效之后，莫里森更是挺直腰杆，将此前中澳经贸关系转冷所承受的内部压力一股脑地释放出来。事实上，不光是莫里森本人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以及该国的反对党领袖，在近短时间都先后表达了类似的观点，要么是批评中国没有谴责俄罗斯，要么是恐吓对中国施加制裁的可能性。一场远在东欧的地缘冲突，让身处亚洲偏安一隅的澳大利亚如此激动，不仅仅是因为澳大利亚是美国忠诚的仆从国，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即将在今年5月份面临大选。在过去2年的时间，莫里森由于对内政的处理十分糟糕，以及没能妥善管控对华关系，从而影响到国内经济，已经使得莫里森的民调支持率连连下滑。更不用说莫里森政府对于本国疫情已经是听之任之，进一步重创了他的票仓。而现在留给莫里森唯一的解决方案，就是在极端反华这条路上不停狂奔。因此，眼下的俄乌冲突对于莫里森而言，毫无疑问是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。莫里森不断以利用中俄关系来做文章，站在不知所谓的道德高地对中国说三道四，提高自己的个人政治形象来挽回选票。但是从现实角度来看，莫里森这种近乎无能狂怒的套路改变不了中国的外交立场，更无法撼动中俄背靠背关系。首先，中国在面对俄乌冲突时是依靠独立判断并综合历史脉络，根据自身立场进行解读。其次，中国始终认为如此复杂的地缘矛盾绝非一日之寒，而且俄乌冲突的根本是欧洲安全，而欧洲安全就离不开俄罗斯。因此，中国既不希望看到战争，也不希望任何一方的合理诉求被忽视，这其中就包括俄罗斯。最后，中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、外交自主的国家，有权利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往来。中国更是明确表态，俄乌冲突不会影响到中俄贸易，中国人不需要西方世界来指导应该如何思考、如何说话。反倒是莫里森政府需要好好反思，在加入了 AUKUS 并且接受了美国和英国的核潜艇制造指导后，澳大利亚究竟想把亚太的地缘军事格局带向何方？当澳大利亚在俄乌冲突期间关注中国时，不要忘记，中国也同样在关注澳大利亚的一举一动。